喂，这里人好多，管得好严啊，都有保安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进去见我最喜欢的设计师。行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喂，刘爽，方总监的电话你有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再问问别人吧。哎，方总监，来参加慈善会？如果有邀请函的话，那应该是。没有邀请函。你有吗？撕一半给你。那还能用吗？开玩笑的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。哦，好吧，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？方总监，方总监，邀请函。哎呀，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，刚才打电话的。不行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。方总监，哎，方总监，方总监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没事。小姐，没关系吧？没事。对你还来动粗，小姐我投诉你。师傅，你怎么还没有进场？快开始，我们进去吧。进去。哇，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大签名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也是知名设计师，你怎么不想给我要签名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找找啊！开玩笑的，这么认真。哎，方总监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如滔滔江水一般，我真是无以回报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要真想谢我呀，请我喝咖啡去。哦，现在有点晚了，我改天请你吃大餐。也行，我车就在前边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。那我走了，你注意安全，拜拜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你好，方先生，谢谢。有事吗？方总监，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，我一直在找你。答应过你吗？你上次亲口说的。你看，我为了参加晚宴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。这套衣服不是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忘了吧。这件礼服多少钱？卖给我吧。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。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？我看见你带墨菲进去了，然后呢？你为什么要带他？你明明是先答应我的，还是他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他给你寻了什么好处？不好意思，白小姐，咱们俩熟吗？凭什么来质问我呀？不是，方总监，哎，我还没说完，能听我说完吗？没事吧，这位小姐？啊，来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没事。我看你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我能帮你吗？不用了。这鞋跟也断了，大晚上还是自己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海妖集团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朱海天。